防疫优先，安全第一。我是某某，今天的话呢，就为大家带来一杯健康又养生的黑芝麻坚果饮。时候会有很浓郁的那个芝麻的香，冻奶微微有一点甜味，但在后面的时候呢，因为多重坚果的关系，所以它其实吃起来是蛮有口感，然后喝起来也很有饱足感，不止好喝，而且也很健康。每天早上来一杯，或者是可以打给家里面的人一起喝，都非常的幸福哟。我是某某 ，Cheers。这道是什么？芝麻坚果，好香哦！对，芝麻坚果没有加糖。